友超高人气，一举动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日前更因为拍摄节目时连换三套衣服，让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。从路透照中可以看见，第一套民俗公主风的造型搭配上褐色头巾，颇有西域公主的韵味；第二套则是红色军装搭配分量十足的军靴，迷你短裙更是凸显了杨幂的一双大长腿。而在结束拍摄后，她也跟上多巴胺穿搭风潮，换上粉色条纹毛衣、黑色热裤，整体造型青春洋溢，实在是难以想象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。虽然她在前一天的装扮也意外上了热搜，当天杨幂以修身白 T 恤搭配长裤和外套，看起来十分帅气有型。眼尖网友就发现她的外套上有糯米的英文，不禁让人联想到她的女儿小糯米，让网友纷纷直呼好感动，这就是妈妈对女儿的爱啊。Bye.